怎么样？这个周二感觉像周三一样，怎么说呢？有没有感觉？为什么昨天周一很伤心，然后周一很伤心？啊、对，然后今天要把昨天没有做的事情，然后今天继续做啊，就今天特别忙碌，是不是？对，然后今天有可能要扔到明天。哦，对，然后今天其实应该是星期四才对。嗯，你现在是在抱怨是吧？没有，就是老板听好了，每周都是这个感觉，每周都是这样。对，每周到了周一都是啊，今天应该是周三才对，然后到了周二就是、啊、今天应该是周四才对。然后周三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漫长，怎么还没周五呢？啊，对。但到了周四就觉得啊，终于快要到周末了。对，但是你回到周一就会发现啊。天哪，这周六周日怎么过得那么快？这是不断的轮回。嗯，对，真的是不断的悲催的人生啊。对对，那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涛友说的节目。我们一开始还是再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嗯、这个大家应该也感觉到了啊，昨天晚上的一股这个冷风，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冷雨啊吹过，然后呢也是让这个气温呢骤降。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醒过来以为是冬天。对，昨天晚上感觉真的有点狂风暴雨的感觉。是，那么今天的最低温度呢可以去到了11度，最高是17度。那么可以看到的是，在未来的这个7天呢都会是有伴随着雨水啊，也有说这个周末也是一样。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止感冒的，还有包括这个做好防雨的这些措施。是。那么交通方面呢，现在可以看到也有部分的几条主要干道也是开始堵车，包括在西北高速方面的 Stafford Road 去往 East Monroe， 然后是 Tristan Avenue 去往 Upper Highway， 南部高速方面 Gates Avenue 去往 Green Lane 靠近 City 方面，然后是 Redux Road 去往 Hill Road， 另外是北向的。Hobson Street 去往 Wellington Street 也是堵车，所以呢，经过这些路段的司机朋友还是要多加小心和保持耐心。那么今天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你说就是各方面是吧？新西兰国内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有一个最主要，好像也是各个主流媒体都在讨论到，就是教育方面，我们的教育系统就已经宣布将会有非常蛮大的一个改革了。是，其实这个改革早在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做过这个铺垫了，然后当时是在东区吧？对，某一个学校很、聚集了很多。不同的家长在这个学校里面，然后去进行他们的这个诉求和抗议，就是针对这些评分系统的改革。那么在今天，这个教育部长 Chris Pickens 也是正式把这个宣布啊，就正式官宣了。那么除了这个改革之外呢，还有就是包括天气方面的，就是澳洲西南威尔士州的这个大火，终于有可能是要蔓延到这个新西兰来，因为其实它只是烟的部分啦，对，烟的部分会烧过来，对，不是火会蔓延，就是隔着海烧过来也太可怕，就是它的烟会飘过大概是4000公里，对，跨过这个塔斯曼海峡，然后呢来到我们这个北岛的地区。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政府方面啊，这个最近政府确实。大事情好像没有了，但是小事情还是非常的多的。就这些，不管是这个部长自己的一些话语啊，然后或者是在议会上面的一些发言引起争论啊，然后或者是在一些政府部门，一些内部员工的一些动向，作为对一些作为啊，也是登上了这个新闻的头条。所以呢，还是有非常多的讨论的地方。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澳洲的大火吧。对，因为其实澳洲的他们的消防部门已经把这一次的这大火算是一个史上未有的灾难性的一个大火了。然后包括悉尼大悉尼部分的各个地区，我看到是有目前有26个大火都还没有被控制住，然后有13个是比较稍微这个消防队员已经控制住的。但是呢，消防队员也跟附近的居民，就是附近区域的居民，要做好随时可能必须要撤离的准备。是，那么在周三的时候，本地的这个 Met Service 方面呢是警告说，这个西南威尔士州的这个浓烟有可能会飘过来，然后影响北岛的一些居民。当然他们说现在的这个烟的这个轨迹呢还要基于未来的这些气流的状况，然后包括这个海峡当时的一些气候的状况，那大概会需要36到48个小时的时间，然后飘到北岛，那就是可能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到，大概是晚上7点钟的时候，对，大概会到的。那么除了这个烟之外呢，还有就是总理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其实也说了，就是新西兰派了10几名的这个消防员去到了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去帮助他们灭火。嗯，对，
这个过往的这些数据显示啊，新西兰其实也一直有派这些消防员去救火，其实对，最近就是消防可能员纽蛮澳辛之苦。间还是会有相当多的互相支持帮助嘛。是，但是最近新西兰的这个消防员其实蛮辛苦的，对，对，包括有这个 Sky City Tower 的对，这我个们大市中火，心的大火也才刚对，然处后理呢，完。过了一周，然后在这个 Silver Park 也有这个停车场是这个车因为温度过高自燃，对是。对，然后附近的这些车也都是着火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这些火呢，在全世界都是，看起来就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扑灭的啊。挺吓人的。是，那么对于这个新西兰本地来讲呢，这些烟呢，他们首先是会比较稀，就是它这个密度会比较稀一点吧，怎么理解？然后对于人来讲呢，这个吸入的话呢，其实也会感觉到那么一点的不不是很适，舒适，对，包括这个肺部啊，然后鼻子啊，当然现在这个还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吹过来，但是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准备，包括在长时间的这个户外的一些工作或者是活动呢，其实大家可能到明天的时候也是要稍微注意的一下。那到底这个浓烟会持续多多长的久？时间呢？其实也还是要基于这个现在威尔士州大火什么时候可以扑灭？但是现在对，刚刚也说了，这个完全没有完全扑灭的这个迹象。对，而且我也看到，就是他们给当地居民的警告，就是说，如果因为现在消防队员是非常的忙碌，所以如果你家已经被波及到了，你就算打电话打紧电话的话，他肯定也没有办法及时的赶到你家那边去，所以还是我觉得在澳洲的居民可能也是要自己就是做好准备。是，所以呢，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那么会在明天晚上的7点钟有可能就会飘过来，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好，那么除了这个大火之外，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本地今天的这个教育系统方面的改革。这个教育系统改革不知道会给多少的家长带来一个非常震怎么惊的吗？震惊，然后可能又有一点对。担忧的这样的一个心是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其实虽然原本这个改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有一些铺垫了，但是其实这一次的算是一个30年来最大的一个推翻性的一个改革系统。是。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这个Chris Pickens 是正式宣布了一个新的叫做教育服务机构吧，会取代接管这个现在学校的这个叫分区的一些功能和权利。对，对。因为在之前的时候，每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在这边不是都会有分校区嘛，所以每一个学校的校区是由自己，学校自己来，是还有自自己主的管董理。事会来自主管理的。但是。是接下来呢，他可能会采取，听起来感觉有一点点像就是中央管理化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由政府，而是由这个新成立的一个机构叫做 Education Service Agency。那这个 agency 呢，其实它就是会处理所有的管校，就是不管说这个学校可以收纳多少学生啊，还对，有这个校区是怎么规划的，都是由这个 agency 来做管理的。是，包括他们同时也会管理这个这个是否要建新的这些学校的大楼啊，对，然后学呢，校这建些筑。学校的这些设施财产啊，都是由他们来管理，包括他们也会成立一个独立的叫主要裁判、主裁判的这样的一对个对对，独立的小组吧，来是。针对处理这些学生、家长跟学校之间的这些投诉方面的一对，些东西。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改革还是有在我觉得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一些变化。像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校方和董事会权力部分，就是刚刚说到校区是。的规划，然后还有就是学生招生的部分，然后学生跟家长的纠纷呢，也会透过一个 chief referee，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主裁判。主裁判嘛，中央裁判。对。所以如果说有任何的，以前可能学校跟学生家长之间有什么纠纷的话，可能是会告到这个tribunal 的一个 panel，但是对。现在的话，它就是由一个另外一个分开的一个就是管理人来是。做这些纠纷的管理。是，那同时对于一些本地社区的一些指导吧，他们也要再通过一个新的这种义务性的培训，然后才对。能上岗工作。那同时对于这些学校的校长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要求，包括对。要求这些新应聘的校长或者是转校来的校长都一定要符合最低的一个不管是学历还是经验上的要求吧。对，我觉得还是算是好的，就是好像会让所有的学校它的标准比较一致，不管是在学校董事会啊，或者说校长的这个要求方面。是，那么这一次这个重大的改革，当然也是来自于这个叫做 Tomorrow's School 啊，这个叫
怎么说明日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回顾之后呢，教育部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改革，当然这个改革也是自198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了啊。对，那么在当时呢，这个 Chris Hickams 说呢，他们把这个权力下放到这个学校当中去呢，算是在当时是一个世界可能是比较小国家可以做到，对他们会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壮举。对对对，因为他说其实在一开始他们觉得是一个像你说的比较一个壮举，但是长时间以来好像会发现各个学校资源有不平均，然后每个学校变得越来越分散的情形，所以为了要变成一个让所有的学校资源平均化，所以才做了这一次的这个改变。是，可能也没有料到这一些权力下放给学校之后呢，会让周边的一些学区房的价格上涨得如此的夸张。 对，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主编说到这个 white flight 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中文叫什么白人分散了还是完全过度集中的一种现象。对对对，就是可能说某一个种族的学生会全部都聚集到某一个地区的学校上面，然后其他地区可能就是例如说像可能毛利裔、岛裔，对，就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种族划分情形出现。对，记得当时7月份他们这个家长去学校进行抗议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教育部其实给了很多的这些表格和数据啊，就可以看到因为现在学校是还是按1到10分的这个评分嘛，但是可以看到很多相对比较分数比较低的学校，他们的这个白人学生的数量可以说是非常少，有的可能只有一个白人学生，对，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可能在相对分数比较高的学校呢，这个白人学生的数量和比例就会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也是他们进行这个改革，包括要把这个学校登记注册学生这个权利回到这个教育部所支持的这一些服务机构当中，让他们来进行。这样的话呢，就把所有的学生平均化，也不会让这个某个学校的成绩特别差，某个学校成绩的就一直排在这个高位，然后下不来这样样子。对，所以其实他跟之前原本要说全部重新来过，其实有一点点退步，就是有点让一步了，对不对？他其实只是做部分的这个改变。是。是，所以对于这些学校而言，他们的一些可能资金方面吧，更认为也是会有比较大的改善，因为可能很多这些分数相对比较低，有点像这些连环效应，就是他的这个本来学校设备就不好，然后呢他的学生的这些数量包括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学生的生源他们来源都不一样，那可能会导致他们这个学校长期以来成绩就不怎么样，然后使得他们整个学校的分数比较低，那他们在申请可能教育部的一些助金的时候呢，那可能教育部就不会把他们当成这个优先去对待。这样的话就会让他们一直下去，这种困难情况一直下去，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了。对，而且对于这些成绩好的学校，他们可以一直获得教育部的这个助金，然后他们的这个硬件越来越好，然后呢学生也会照越来越好，但是所以这一次这个改革教育部可以说真的是大刀阔斧。对，当然他们也对于之前的一些独立的一个小组的报告吧，他们也并没有完全采取当中部分的这些设施，包括这次的改革其实他就没有说到这个评分系统的所以评分系统还是在目前现阶段还是继续在使用的。对，但是最大改变就是对于学校而言，这个很多学校的这个办公室他们的权力是削弱了，然后包括校长的一些分配也是逐渐削弱，然后由中央来决定啊。是，所以校方本身是不是其实不是很满意的对于这一次这个改变？这个新闻标题他们说就是颤了一下。对，可能这些校长呢，然后包括学校都是颤了一下。对，因为毕竟你如果以校方的这立场来说，他们本身自己的这个可能权力方面啊，然后管辖的部分都变小了嘛，权力变小，那肯定就不是那么开心的。是，那么整个这个改革呢也并不会是说呢就是马上就去完成，那根据教育部方面他们的这个了解，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会分在未来的5到10年之间去慢慢完成这个更替。所以呢大家这个可能目前很多的这个担忧呢还是要延长比较长的一些时间，就可能包括对于附近的这些房子其实也听到了一些朋友他们说最近这个
这个房价真的是涨得跌得比较厉害。嗯，因为只要有这些相关的消息一出来，就算没有正式的宣布，但是对于这个价格还是有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整个校区的规划是会慢慢的做改变，就是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这个校区会不断不断的改变，就跟现在不同了。是是，所以呢，这个今天来自教育部的重大改革，当然大家可以这个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啊，这个发动短信到0212010998，那么呢可以分享您的这个意见。好，那么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4，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继续回来。有见。一起放开聊。好，那么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涛友说的节目。那咱们继续来讲刚刚讲到这个教育系统的改革。对，是，其实这一次大的改革呢，不仅是对于本地的这个学生的状况呢，这个教育部是看到的，对于这个在国际上面，他们从这个UNICEF 的一个报告，就是说在全球的这些教育质量的国家当中呢，新西兰在38个国家当中排名是第33。就是38个国家当中排名第33，所以还是算比较后面的，是吗？对，哦，对，所以也是令到他们说，哦，开始要对于这个教育系统进行这个比较大的变动了啊。那其实我们也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评分系统呢，对于附近的这些学区房的价格呢，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联系啊。虽然这个评级跟这个教育质量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在为孩子选学校，或者说买房子的时候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是啊，其实很简单，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房产的广告里面一定会说这个学校可能是在这个房子可能是处在第十评分的学校里面。那大家一听到这个 decile 比较高，可能就算我们不断的在说它的 decile 跟它的教育质量是没有完全绝对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联想，因为它就是等于表现了出对那个学校那个区域的可能学生他们家里的收入水平吗？是，所以呢，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就引发了这个包括有高低分的学校、生源不平均啊，然后呢，还有white flight 这个白人群飞啊，这个中文词叫白人群飞这个现象等等。所以呢，目前其实还是有部分人对于这个评级系统呢是存在一定的误解啊。是。首先这个刚刚说到的 decile 的这个评级系统呢，跟教育质量没有关系。那这个 decile 呢，其实是教育部给学校这个派发资金的一个指标。对，所以其实你的 decile 越高，可能教育部提供的资金越少的，因为他一定会把更多的资金放在那些真正需要补助的一些地区。是，如果某个学校被评作一分的话呢，那就表明在这个学校里面来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的这个学生人数比例是比较高的。嗯，那如果他是十分的话呢，那就表示说来自这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的学生人数呢是比例最少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所以说一所学校的这个评级越低啊，它从政府得到了额外资金的补助就越多。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会就是展现出一个很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在 decile 低一些的学校，它的可能硬体设备方面反而是比较好的。然后但是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想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些评分高的学校，所以那些学校我们之前有说到很多新闻，像是我记得是 Mount Albert 还是附近的某一所学校，它已经变成说完全收纳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多学生了。然后但是那些评分低的学校，它虽然硬体非常的好非常的充足，但是并没有学生到那边去。是，这个就是对于这个系统评分的一个误解吧。对，然后引发了这个资源平均不分配的问题。是，那么除了这个系统对于学校的这个影响之外呢，当然还有这个学校决定自主招生的这些现象啊。其实新西兰呢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文化种族都非常多样化的这个国家啊。但是呢有一位这个奥克兰的前校长，他就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种多元文化的现象呢在学校并不总是经常出现的。是。那么他在这个2018年的一份报告当中呢，就对多位的学校，包括有一些学校的校董会的成员、教师和教育家呢进行了采访描述了这些高低分学校当中日益增大这种种族的鸿沟啊。他说以奥克兰北岸为例，那发现这的人呢对于这个 decile 的了解呢比较少，但是呢家长仍然是热衷于让孩子
去到这些高分的学校啊。那么在他所调查的所有社区里面呢，啊，评级高的学校永远是规模最大的，而且这个入学人数呢也一直会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这些低分学校就往往没有办法招到足够的学生。对，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大家都想要挤到那些评分高的学校里面去。是是，其实对于这个相对于这个 DeSalle 的评分呢，他认为这个家长呢更加应该关注这个学校的ERO 报告，叫做 Education Review Office，叫做教育审查办公室，还有叫做国家标准达标率，或者是一些杂志上的一些奥克兰中学的排名，包括这个录取的平均率等等，这些更加体现这些录取然后成绩方面的数据，来决定你的孩子是不是要去到这一所学校。所以因为这些报告它体现的就是教育质量的方面，所以 DeSalle 并不是体现教育质量。是，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好的学校里面也有这个差的学生嘛，对吧？那这个可能相对比较差一点的这个学校里面也有这个好的学生。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如果你身为家长，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都不是家长的，对，有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就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有没有？那所以你是私立学校出来，或者说所谓可能大家心目中明星学校出来的吗？并没有，我也不是那些什么省重点市重点的学校。但我就是，所以你想要说的就是现在不一定说要学校一定要好，只要自己、就是。不，因为我觉得其实跟你个人也有关系，对吧？对。那你就算你是在好了，可能有些人进了好的学校之后，他就说啊，那我所有一切就交给老师好了，然后也不会自主的去学一些东西。那如果在相对差一点学校，那如果他这个人他是很这个图强努力的话呢，他肯定会非常努力，然后也可以像 Aiden 一样。我并没有，是吧？就是不一定要到好学校才可以做很优秀的。我是不掉车尾，但是你又不会爬阶的那种。不会让自己太落后了。对，也不会被老师骂，也不会被这个家长骂。那还挺好，每年都有进步空间。是，所以这种这个很多的社会现象也是教育部看到了，所以呢要进行这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好，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一次的这个改革才会让所有的资源更加平均的去做一个分配。然后我刚刚也说到，其实在一开始，我其实这个 Tomorrow School 的 review 一开始是说想要做一个改变，是变成每个地区有一个 hub， 就好像一个统一中心，对，分布，就好像说反正就是可能整个奥克兰然后分成不同几个区域，然后从这个区域的 hub 去做管理。但是这一次教育部长宣布的这个跟原本这个计划是不同的，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有一个更可能好像感觉更中央的一个 agency 来做管理。是，所以呢这也是今天教育系统比较大的一个改革，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好，那么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聊聊，就是关于护士方面还有关于这个霸凌现象。其实最近这一年嘛，有很多关于这些职场上霸凌的报告，除了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护士医院之外呢，之前的这个警察，然后呢还有在这个国会当中，这些议会当中的办公室，其实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霸凌的现象。是，今天出来的一个新闻是说在 Middlemore Hospital， 这是在东区对吧？是，据说其实常年来一直都有护士，尤其是可能比较新手一些的护士被霸凌的一些消息。是，那这个报告就是说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受到怎么说高标准去训练成为护士这些人呢，他们在特别是照顾新生的婴儿和这些新生的这些母亲的时候呢，他们会受到来自他们管理人员的这些霸凌，是，包括可能在一些比较紧急的时候，可能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也会遭受到这个霸凌。对，今天出来的新闻是说在早产新生儿的部门有很多的护士，他们就表达出其实自己常年来都被霸凌，而且不管是在可能说他们的培训方面呀，或者说他们觉得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长太长了，然后如果他们有相对的反应的话，反而会被更加的惩罚。这些很多方面都已经就是问题一直存在着，但是都没有被揭发出来。对，那么这个霸凌其实在过去的七年是一直存在，当然今天所公布出来的这个报告呢也是得到了这个护士组织工会方面的这个支持的，他们也是承认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和有存在这样的一些现象的啊。那么除了刚刚说到的对于这些制作这些叫服务质量训练素质比较高的护士他们会遭受霸凌之外，另外对于他们工作的环境刚刚所说到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存在的。那么在
他们认为存在非常多这样的一些非常对护士而言非常吓人的行为，嗯，就包括什么手拿着这个什么空的一个垃圾袋子啊，然后、嗯、就对旁边的一些员工啊这个破口大骂等等、嗯、这样的一些情况。看到比较可怕的是很多都是经理阶层的在欺负可能新手的一些护士、嗯、是。那么这些护士呢在遭受这样的霸凌之后，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辞职、包括他们在进行这次的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呢，也是有部分人他们选择了辞职、选择了沉默。 对，所以现在是其实是有调查正在进行当中的，对不对？是一直在这个进行当中的啊。嗯、那么这个马努考卫生局方面呢也是发出了一些警告，对于近几年在这个新生婴儿这个部门里面存在这些霸凌现象，其实他们一直有进行这个调查。那么有两个调查呢其实已经完成，是还有第三个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对，其实是在2018年初的时候就有一组工会的人员、他们就是当时就对他们的经可能管理阶层表达了不满了，但是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一些处理，没有太大的反响。是，对。然后到了七月的时候，去年的七月同样也是他们又再次的做了一些 complaint， 然后当时是有一个就是独立的调查人员去做了一些解决，但是其实也没有就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一些方案。是。那么对于这三个这个已经做好的报告而言呢，护士这个叫 Nursing Council 方面呢，他们就说啊，并不会对当中的一些个案去集体的评论，因为呢当中可能包括一些护士的一些引导的工作啊，包括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方面的因素，所以他们并不会对每个案件呢去个体去裁判。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对于停止这种霸凌的现象，包括对于护士他们日常工作当中一些非常隐形的工作的压力，对他们，这是他们需要重视的。而且就有很多的护士顶不住压力可能就辞职，而且干脆选择就沉默，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把这种现象曝光出来的话呢、这个会秋后算账啊、或者是对于自己的这些日后的工作啊造成不利这样的一些影响。但是我看到报道里面其实有很多问题都我觉得都还是蛮令人担忧，例如说像是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新生儿的部门嘛，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孩子就是可能在意外的在就出生之后就过世了，这个在那个医院他们是没有太妥善的一个处理方式的、然后再加上对于护士的培训呀，然后可能护士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互相骂来骂去的这些情形啊，是。然后还包括可能医院的环境安全的这些隐忧都是长期来都没有被解决的。是。所以呢这个潜在的问题已经持续很多年，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啊。对。不管是什么地方，不管是包括这个新西兰本地，还有这个像 WorkSafe 这样的一个部门去专门去看员工工作的环境当中是否足够安全，不管是身体上还是这个心灵上的啊，他们也是收到了很多这一些的 complaints 或者是这些 bullying 的这些案件，但是呢并没有一个是遭到起诉，所以可能也是导致他们并没有对于护士当中的一些现象太过在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所以其实在现阶段我们看到报道只是说他们现在在做调查的工作，但是最后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可能我们还要再继续关注。是。好，那么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9，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继续回来。周一至周五下午4:00-6:00，我们和您一起放开聊。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涛友说的节目，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Angel。 是，欢迎各位呢可以发送短信到0212010998来分享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对于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话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到关于政府方面的这个，好像政府做什么事现在大家已经感觉有点麻木，或者说已经都是很正常，因为它是政府嘛，对吧？但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新闻看到让我有一点吓到，就继续刷新我们的这个下限。对，就政府的下限，不是我们的下限，就我们对于政府的这个下限。是。对，继续刷新我们惊人的程度。是。那么就说呢，最近有一些在政府部门当中工作的员工被发现呢在上班的时候不管是怎么说呢，曾经尝试过去进一些
有颜色的网站。嗯，我觉得你刚刚这句话讲得好，感觉不是很舒服。不是，我在想怎么样措辞比较好，对，怎么措辞比较好一点，就是这个有颜色的啊网站啊，就不那么干净了啊。那么其实这个文件呢，也是基于叫从环境部当中啊发现的啊，包括有这个毛利发展部，还有呢这个包括司法部，就三个部门，对，三个部门都发现了啊，有部分的员工呢在工作当中。工作期间尝试的，包括这个在家工作，其实也是算的。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说，他们工作的时候难道是很闲吗？还是说你要看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在你知道自己下班的时间，为什么会在上班的时间去做这些举动？我觉得比较可能是前者。就是太闲了，是吧？工作太无聊了。对，你要就是咱们忙起来的话，怎么可能有时间点开？是因为这数据就显示，从2019年的7月27号到10月25号，光是在环境部就有12次的尝试，就是可能员工尝试上这些有色网站的事情。是。然后包括在我们刚刚说到毛利发展部，也是从2018年的10月到2019年的8月，总共也有42次这样的。是，其实除了这些有颜色的网站之外呢，这些他们的这个内部的系统，因为大家知道像政府机关，可能像某些公司的那个内部网络其实都有这些所谓 filter， 就是滤网的存在，就是会对这样的一些网站呢会屏蔽掉的。那么从他们政府当中的这个网络系统的过滤网当中就发现了，除了像这些有颜色之外呢，还有包括像武器，然后呢包括像酒精可能等等这样一些其他的也是比较负面敏感的一些信息，他们也有进行搜索，包括是浏览的啊。那么虽然呢在今天这个文件出来之后呢他们当中的一位发言人说呢他认为有可能并不是这些员工有意去进到这些网站，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网站不是很多这种弹窗的什么小窗口啊，对，然后你可能会不小心点了一个链接，然后或者你在下载某一些软件的时候呢，就随机附了这样的一个什么这种叫流氓软件，就进来你的系统当中了，所以也可能被这个他们内部的这个系统当作是你尝试去到这些网站。但是像你说，可能大部分的工作场合或者公司内部系统，它一定都会有一些屏蔽的功能，对，所以它照理说就它点开了，对，它可能看不到，但是它点开，那系统就会认定啊，你是曾经是这个尝试过的啊。但是呢，今天这份报告有另外一位，就是来自学界啊，这个来自 AUT 的叫科学技术的这个教授，他就说呢，他从这个报告当中呢，并没有看到一些这种意外的情况发现，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员工其实都是有意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搜索，可以说对于政府这个他们发言人呢是有点这个啪啪打脸的。对，因为呢他们感觉就是他怀疑这些人呢可能把这个安全的过滤网给关掉了，就是故意关掉的，因为我们刚刚说他可能通常都是会有这个屏蔽的这个设置的，所以如果故意关掉的话，那看起来就是很有意啦，就是你就是有意图的去想要搜索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是，那么在2019年4月到8月期间呢，总共啊他们的这个计算有个十百千万是吧，416万。的这个这些被屏蔽的网站呢是曾经被接入过，有可能就是被尝试接入过的，当然可能当中有一些呢是关于部分的一些不同的内容的都是有的啊。那还有就是有一些217个这种匿名的搜索的历史，就是他们可能也是选择屏蔽掉了，就种种这些数据呢都让人怀疑就是他们上班的时候到底是在干嘛。对，可能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里面有我们刚刚说了，可能各个部门都有好几次，说环境部有42次呀，然后什么环境部12次，然后毛利发展部42次等等的，包括在毛利发展部说有一个人某一位员工他就尝试8次都是成功的登入到这些网站，那这个人他也是就是自动辞职了。是，那么还有这个来自司法部的一个员工呢，他尝试过2次、去到这个非常著名的 P 开头的这个网站啊，这个应该是全世界比较知名的这个网站了啊。哦，你又知道他知名了是吗？因为很多这个 emoji 都是他出来的，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什么 T 恤背包啊他都竟然可以联名。哇，你很了解。好像这个坑我不应该跳。OK， 这个 P 开头网站呢，这个知道人一定会知道啊，就是他也是被这个政府的一些员工是尝试去接入过的。那么从这个叫做
主管科技方面的这个职员嘛，这个他 Craig Candy 他就跟这个新闻媒体说呢，他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些网络的政策呢，其实是可以阻挡大多数的这些内容，就不让这些员工去看到的。而且政府而言呢，最近他们也在正在计划，就是要对于新西兰未成年人去浏览这些网站啊，包括去看这些内容的一些权利的进行一个限制。嗯，是因为这边就有说，其实政府现在就是在就是做一个管理，希望也许之后管制要更加的严格一些。嗯，是，就是越来越严格啊。那当然，这个话题呢，今天在早上这个 AM show 的时候呢，总理也是被问到了，觉得这个很敢问啊，就是他问总理，总理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回答？嗯，对。然后我看了当中的一些部分片段啊，总理依然还是就是和蔼可亲，然后呢面带微笑的去回答这些问题。他怎么说呢？对，他就说，他认为这个现象呢是给所有这些雇员是提了一个醒，包括所有这些政府工作的公务员都是提了一个醒，就是你在上班的时候，首先你可能并不允许去上这些网站，包括你可能在家工作其实也并不允许，而且在这个对于新西兰的法律而言，其实在工作场所上这些网站呢，也是可能会触犯到一些禁忌的。是，他其实就说了他希望所有的，其实不管，我觉得不管是政府职员或者说一般的这个公家或者私立的机构的人员吧，就是你在工作场合一定是有一些规范你必须要遵守的，那他希望或者说期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遵守这些 guidelines。 是，那么他也说有成千上万个这些为公众人民工作的公仆啊，在新西兰也是要跟随这些所有工作场合的指导吧。那这个当时这个电台主持人刚才他就问到，他就提到了有一些员工啊尝试用另外的一种接入网络的方式呢去看这些网站，就可能他们本来是一个 IT 高手，他们知道呢输入这些特定的这个 URL 的网址呢会过滤到当中的一些搜索历史，他们用这些方式呢去看包括当中的一些内容，然后呢阿顿就说他并不知道他们实际在浏览一些什么网站，就可能他也并不知道这些当中内容嘛，但是就不断的去推迟。但是他也说其实他会找一个人去做可能一个就是相关的专家去做这方面的一些调查，但是说并不会有一个正式官方的一个全方面的调查。是，所以呢总理对于这种事情呢其实还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正面的回答，当然可能也比较尴尬，但是对于政府而言越来越多的这种质疑吧，或者是没有信心，因为除了今天这个报告当然是可能那么多事件当中的其中一个吧，之前的这些什么幸福预算的提早泄露啊，然后呢这个部长还说是国家党啊去把他们 hack 掉了，其实并不是，是自己泄露掉的啊。然后包括他们在举行这个记者发布会的时候呢现场工作人员不小心把这个他们要准备宣布的文件呢派发到现场的记者，就等等这些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小的错误他们都能做到，所以像今天这个报告我就完全感觉好吧，这个又是一个又刷新我的三观啊，就是一个好像又是政府机构会做出的作为是吗？对，所以呢但是大家还是感觉你对这个新西兰政府机构挺失望也不是，就是比较很多这种千奇百怪的事情，就可能一开始都是比较有信心的，对吧？对。但是在这么多事情下来之后，你又慢慢那个信心度呢就下降了，对，然后一直在下降。就是觉得政府机关毕竟应该还算是需要当做人民的典范吧，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很难排除他们没有就是工作无聊的时候嘛。所以呢，有没有办法去完全禁止他们去搜索，包括去看一些什么好，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2，我们听完首歌之后呢，给大家带来这个交通方面的信息。